这是什么水这么好喝呀？这是水泉宽水，不仅好喝，还对身体好。那奶奶跟小姨的身体会好吗？乖孩子，奶奶才喝了一周，八年的便秘就好了。小姨喝了一个月，子宫肌瘤也小了一半，医生说不用开刀了。耶，太好了。人类80%的疾病与水有关，好水是百药之王。出生婴儿体内100%是小分子团水，水乾坤可让与其接触的大分子团水裂解成纯正小分子团活性水。如何检测小分子团水？必须做核磁共振半幅宽检测，检测数值越小，代表水分子团越小，生命力越强，对万物越有益。人们日常喝的自来水、井水和矿泉水都是100赫兹以上的大分子团水，长寿村的小分子团水通常在70到90赫兹，而水乾坤水的检测数据在44到77赫兹之间，而且放置412天之后仍然保持小分子团水。检测结果表明，水乾坤水已经超越了长寿村的水，水质几乎和遥远年代就形成的原生态冰川水相同。水乾坤水对人体可从细胞内部滋养，激活人体机能与活力，提高免疫力。用水乾坤水浇灌的植物更茁壮，毒物零检出，并能改善土壤。神奇水乾坤可使水变干净，空气污染降低，土壤油脂利化，百利于万物。水乾坤10年不用换，全家及果树无限量用水，请电818-585-1560或登录 universewater.com。